好，那就我在这边哈，讲完了啊，所以谢谢你们的耐心。如果有什么问题，那就现在可以发问题，或是可以分享。如果要讲话的话哈，你们可以开你们的麦克风。那现在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开始发问题。我是如果想要分享啊，可也以可的，以。对，我们神父，我可以问你一下吗？哎，可以，那可以，我什么是慧慧娟，娟？哎，对，哎，因为我慧娟，们，你好。哎，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我们会士的生活那是跟主子哈，那也是说有一个，哎，我们也有为圣言服务，那。的基础上，就是要勤读圣经，还有祈祷，还有团体生活嘛，对不对？那是。我的感觉就是，诶，在祈祷生活这个地方，我们也常常标榜说，与天主谈论，与人谈论天主，那莫关所得，与人共享。可是我们常常教导我们的，常常是以念玫瑰经来做祈祷。可是我觉得对默观祈祷这个部分，很想更深入，可是不知道如何更深入，如何让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信仰生活里面那个默观所得，如何让自己的默观所得，我想要问的是这个如何进入，或者如何做学习。好，谢谢。好，OK，好，平常就是我们会说，如果要做这个默观或是祈祷啊，念玫瑰经就好了，这是对并信徒啊，因为我们知道哈，并信徒他们有自己的家人，他们在忙很多事，所以平常他们不会有这个时间哈。做很多祈祷，不像修女们或是会士们在修院，啊，他们每天有固定的时间，什么时候要祈祷，而且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啊，所以我们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就是理所当然的啊，这个祈祷默观的这个方式都会有这个机会，但是并信徒是因为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有这个祈祷生活。那当然哈，所以我们会说哦，念玫瑰经是 OK 了，或是参加弥撒就是 OK 了。但是我觉得是重点就是，不论是你是在会院里面，或是你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啊，最重要的是我跟我的天主的关系。多么深？我有没有建立一个与天主密切的关系？那如果有的话，无论我们在祈祷或是在做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这个默观生活，我们可以度这个默观生活，不只是在你一个人在祈祷中。在可以做默观，因为不是每一个人有这个时间，因为其他人在忙很多事，练会士们，如果他们一直在一直是在读书，或是一直在去牧灵工作，没有办法回来跟团体祈祷，那他就是开始也忽略这个部分，那我觉得是。看我们我们是一个会士嘛我们在这个会期有没有这个祈祷的这个习惯那除了这个毕竟，除了省事要跟我们分享以外，我们有没有这个祈祷的时间？那当然也会有一起念玫瑰经可能是一起怎么说参加弥撒。这个是可以提供的哈，
但是如果真正的要去默观的话，哈，哎，当然需要时间。那、哦、最重要的是，我跟我的主的关系啊，多么密切，多么深啊！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在这个部分。然后，有的人是用啊静默的方式啊去默观，有的人就是在过每天的生活啊去默观啊，这样可以吗？可以，谢谢神父。啊，谢谢，谢谢慧娟。爱神父，今天晚上我听了，真的这四个柱子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为圣灵服务、跟团体祈祷、研读这样的连贯，让我更清楚，哎，为圣灵的服务这样包括起来，真的让我感受到，我懂了一般多了，以前还没有那么清楚。所以现在更清楚，如果以圣经再翻这样，再多认识，也比较认识，比较多认识那个圣道。真的谢谢你。啊，谢谢林大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要再强调一次哈，我们的这个四种生活方式哈，像这个那个图片哈，四个柱子哈，不能少一个啊。所以他们就是连接啊，他们非常有关系啊。那他们的关系就是我刚刚讲的嘛哈。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啊，就是第一啊，为圣言服务啊。这个是圣道明创立哈、啊、这个社会，就是为了这个啊。因为大业感受到天主教导他为圣言服务。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啊？哦，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哈、啊，如果你们不要发问题啊，那如果这样的话，神父为圣言服务哈、啊，我们是为圣言服务的人的那个会士们哈、啊，所以每一个人真的必须要宣讲吗？必须要开口讲吗？我在旁边，我在后面啊，在好的，哎，锦义，你还在线上？特别原住民问一下爱神父的问题，锦义你还在吗？来了，对。有听到的声音啊，锦玉 ，OK， 好，锦玉来，我很紧张嘞，神父。啊，锦玉不要紧张，对，干嘛紧张？大家晚安。晚安。你啊，不要紧张。好的。神父问我们这个问题，非常的棒。其实，我是40岁才真正的进入教会。其实我从小是受洗，在一个天主教的大家庭，嗯，但是迷途了好长的时间。我真正40岁了，才真正的回到教会，然后。回到教会那一年，请你挑战爱神父，你不要给我分享你的信仰。不是、啊、对，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我要做一下铺陈，从我不知道怎么翻圣经，到最后可以在我们来一堂区，服务圣言，然后。担任义务使徒，这个你说能不能服务圣言？我说绝对要，因为如果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不是靠着圣言，
我们什么都没有办法做，包括刚刚慧君讲的如何默观。如果真的你不读圣经，你没有祈祷的生活，不可能做默观。所以爱神父的问题，我的答复是，除了从神修生活里面，然后其实这个都是圣神会运作。当你说我愿意为圣言服务，真的不是靠自己所能的，乃是天主圣神他会运作。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遇到困难的痛苦中的弟兄姐妹，我都用一些圣言来鼓励他们，送他们一句圣言。这是我的回答。阿们阿们。好，谢谢请玉哈。OK， 好。啊，你说的对哈，我们真的是要看圣经哈。对，如果我们要为圣言服务啊，我们第一本书要认识的、要熟悉的，就是圣言的那本书，就是我们的圣经。但是除了圣经以外，我们不要忘记哈，耶稣基督也建立了这个教会，而且把所有的权利托付给这个教会，所以我们也必须要相信哈，不只是圣经而已啊，我们的教会也是透过我们的教会，我们也可以为圣言服务，那当然理所当然的，对，好。还有没有人要挑战爱神父的、啊？要挑战我啊？需要你年轻人，美娟。要。原住民，挑战一下。爱神父跟我们。我不敢挑战呢、欸。啊？你不敢哦？不敢挑战呢、欸，我的智力太浅。挑战爱神父跟我们台湾族一样啦。其实我刚刚，因为我这身边的有一些比较吵杂的声音，有一些，而且我又找不到耳机，所以很多地方我不是看得很清楚，很清楚了。然后可是。我是在看那个最后的图片，就是那个圣道明他身上的那些，虽然我已经看过很多，可是我在今天我又把那些图片，像比如说百合花啊，象征什么什么什么一些很多道很多事情，可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在用 Zoom 这个 APP 在做线上上课哈，很可惜我们很多会是没有办法进来听，也没办法进来看，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多可能是我自己本身在担忧，再加上我旁边的声音吵杂，所以我也不是听得很清楚，所以我一直很希望有那个影片档案再传给我们，我们再继续看。你看电话又来了。所以我因为我的手机非常忙碌，所以说实在我下一次我要用电脑去看 Zoom， 所以我说实在对不起神父，我听到的真的不多，所以所以我真的很对不起你们，我只有看到那个圣道明最后那个图片而已，我丢了我们巴鲁神父的脸。神父，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好，慧君 ，OK。
慧娟，因为我也是接续刚才的那个哈，为圣言服务，你有讲到说我们的基础内涵是在研读，可是我们有很多的会士在研读圣经，这个是一个很难入门，或者是读不懂，或者是不了解，那我们很需要就是默观所得与人分享，因为透过像我们透过神父你们在讲解圣经的时候，就让我们更加的理解理会了解，那我们这个在这研读的部分如何让我们更跨越，能够轻松的去读这个圣经，以便于我们生活里面更能够得到圣言，那这个部分我们如何努力如何越跨越那个门槛。好，谢谢。好好，谢谢你的问题哈。我觉得哈，我自己的看法哈，第一个是想问哈，我们个人哈，我有没有这个，我对这个圣经有没有兴趣啊？第二个是我有没有能力啊？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是不够能力哈，去读哈有关这个文件啊，或是我们教会的那个所发的一些啊，尤其是或是圣经哈。这是一个是我们对圣经有不同的感受啊，但是我们的会士们如果真的知道了解啊，我们是为圣言服务的啊，被我们的教会被创立的是为了这个，那我们真的是要突破啊。虽然我不懂，虽然我没有，我不够能力啊去了解，那我们就是尽量会提供一些哈、啊、有关这个读圣经的和了解这个圣经的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就是多多怎么说邀请啊，或是会的会长，或是我们的会长，也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常常有这个有关圣经哈、啊、看圣经的这个课程，然后让帮助哈、哦、帮助你们啊怎么样啊读圣经。当啊如果你们有这个机会啊去神学院读神学啊，那就很好。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没有机会，我是没有能力。然后按照你们的就是你们的状况，我们怎么可以帮助你们？那统计的有这个圣经分享，我是读经班，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统计平常都会有这个邀请教友们哈、一起读圣经啊？那当然，不同的神父、不同的教授有不同的办法，有的是真的是很专门的啊，读圣经；有的是用分享日常生活分享的方式读圣经。有不同的，所以因为我们这边的哈，我们制度主任哈，当地本当神父就是想要知道哈，我们的教友的第一个是，当然需要是需要，但是能力有没有能力啊？这个当然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程度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谢谢神父。好。为你自己祷告啊，直接问耶稣啊。好的，现在，也蛮晚了。沈会长要不要，问一下，还是要最后，做结束啊？好，两位神父。沈会长。两位神父。两位神父，还有线上的各位会士。大家晚安。晚安。哎，晚安。晚安。
很感谢今天神父为我们讲解的圣道明的修会生活给我们的影响。那我刚刚听了课程之后有一个想法，就是可以跟我们比较还没有进入准备开口宣讲的那个会士哈，一起来勉励。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每日线上的读经班，我们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准备一本专门的簿子，一支笔随身带着，无论你在哪里，你当你有读经的时候，你把你今天让你感动的圣经话句，好，或者是说你有听到人家分享的故事，你每天每天都把它记录下来，成为我们的个人的资料，好，你把它记下来吸收了，我们随时随地好把这些经验累积下来，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跟人家分享。因为我们只有听了很快就忘记，假如说我们准备笔纸，好，不管是听线上的福音圣言，好，不管或者是听到一句感动的话，我们随时把它记下来，希望我们的会士将来真的都能够成为宣讲的会士。我的想法是这样，谢谢。好，谢谢会长。啊，还没有别的会士要问问题，如果没有的话，请讲师祝福我们。好 ，OK， 好，我再一次谢谢佑神父，还有会长，还有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哈，谢谢你们的耐心啊，希望这次不是最后一次哈，我们还要再见啊。那希望这个疫情会过，然后我们才能够真的可以现场的哈，现场的可以做很多事情啊。那现在我要用这个道明会的13世纪的祝福啊来结束我们的这个课程。所以想要跟大家说啊，我们一起祈祷啊，应付祭祀及圣神之名，阿门。愿天父降福我们，愿天主子治疗我们，愿天主圣神光照我们，开我眼见主恩，听而听圣言，实践天主的使命，迈步前进，宣讲天国救恩大业，愿和平天使看护我们，以主圣宠引领我们，终至天国，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门。谢谢各位，祝大家晚安。谢谢爱神父，晚安，晚安，谢谢尤神父，晚安，神父，神父跟你这么看一下脸，谢谢，啊，谢谢各位，啊，会长那个档案哈，我要跟你说，我们怎么样把那个档案，就是我怎么把这个档案转给你们，怎么转的？OK， 神父，你可以用 Line 或是 USB 啊，USB 好了，然后有我会怎么说？邮寄对，用邮寄的方式。Okay， 那我贴住址给神父。好，感谢神父， okay， 没有问题。好，不客气。这个礼拜会给我们吗？应该 OK， 没问题。可以哈。
没问题。那我们如果不是这个礼拜的话，就是下个礼拜好吗？因为有一点忙。好 ，OK， 好，那我们因为我们不能上线的会士，他们有说期待这个课程。OK， 好，了解了解。OK， 谢谢，好，拜拜。谢谢，拜拜。啊，谢谢。我那个带给我的，我们现在应该结束了吧？